大家好，我是牛牛姐姐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今天是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，是元宵节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我们会吃汤圆，还会提灯笼、看灯会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两首。汤圆手指摇，请你手变成汤圆。卖汤圆，卖汤圆，这里的汤圆圆又圆，一碗汤圆5分钱，吃完汤圆好团圆。再做一次，卖汤圆，卖汤圆。这里的汤圆圆又圆，一碗汤圆5分钱，吃完汤圆好团圆。吃完汤圆，你就可以跟你的家人团圆啦。第二首汤圆手指摇，请你手变成汤匙，手变成叉子，手变成筷子。你会用筷子吗？那我们要用不同的餐具来吃东西喽。汤匙圆，汤匙圆，圆圆的汤匙盛汤圆。叉子尖，叉子尖，尖尖的叉子叉鱼丸。筷子长，筷子长。长长的筷子夹面条，真好吃！我们再做一次，汤匙圆，汤匙圆，圆圆的汤匙盛汤圆。叉子尖，叉子尖，尖尖的叉子叉丸子。筷子长，筷子长。长长的筷子夹面条，那你都学会了今天的手指摇了吗？希望大家都有在元宵节吃汤圆，和家人团团圆圆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再见。